师选的字都不是动词，谁可以帮我试试看？我要加你五分。如果你说张老师，我只想选一个字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但是小朋友，造句要几个字？六个字。六个哦，六个哦。好，来，我说要先给第一组优先，请问第一，等一下云心你第二，请问第一组有谁愿意帮你们那组加五分？否则我要绕到别人那边去了。好，谢谢云心，来。蔡成龙先生请坐，然后嘉靖请坐，起立。帮张老师造个句子，你要哪个字？我。一样是我，可以，可以跟张老师一样，可以。你只要一个我就好了吗？好，我什么？我也好啊，可是我也来跑步，只有五个字，没有六个字，对不对？并且小朋友，当你用到也的时候，前面要做一件事，所以先告诉我，除了你以外还有谁？谁也来跑步？除了你还有谁？妹妹和哪个朋友？什么名字？直接讲名字。啊，好，所以我们要姐姐来跑步，我也来跑步。哎，变秋意是很厉害，他用了两个字吧，是不是？有跑步吗？我在跑步吗？跑步那边。对对，哎，对啊，秋意是用到两个字，很厉害，去加五分。第二组，童心，第三组要准备哦，第三组准备哦，五分不要放弃哦。来，雨欣啊，小朋友，你可不可以把句子写下来了？可不可以写？可以啊，为什么不写？我这里今天回家就忘了写。写在下面这里。哎，下面有三支铅笔，那里。来，雨欣，请问你要造什么句子？我来造。你只用一个字也可以哦，不一定要用到三个字哦。雨欣要造什么？我。对啊，不要一直说我，举手说就好了。七个字而已。你有办法用小朋友造句吗？起立，再大声一点，老师听清楚。小朋友，看看你字够不够？嘉靖仔细听哦，小朋友。哦，这个小姐姐很厉害。小朋友去公园玩游戏，哎，他全部都用到我的字，是不是？对耶，小朋友去公园玩游戏，请问玩游戏是不是动词？是。我点点看，是哎，玩游戏要跑要跳要叫，当然是，请去加五分。你要帮你们这组造句吗？好，陈曦请进。啊，你稍等，要绕一圈回来才能叫你。来，陈曦请说。好。我。小朋友你不一定要我啊，爸爸妈妈哥哥姐姐，大家好。张老师没有的字你也可以用哦，大家。大家看到。大家有啊，大家看到，大家看到大家看到一年级，那就是小朋友。火车，大家看到火车六个字了。大家看到火车，没有，这是张晨曦的句子。他也看到，可以。大家看到火车，我也看到火车，他也看到火车，小朋友。其实把句子加长还可以再加什么样的火车？大家看到什么样的火车？普悠玛就不用加普悠玛火车，不用这样讲，对不对？大家看到什么样的？很怎样的火车？很长。哎，所以再修正一下，大家看到很长的火车。啊，如果你可以，可以造成语，我就可以造到二十。你可以造成语吗？谁可以造成语？我秋冠决出他可以。晨曦你先去加，加你的五分。啊，张老师先把。不要，我会成语。不要，我可以。可是你可以用我这里用成语吗？我用吹，用吹雨伞。可是怎么造句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家里放吹龙头。可是好厉害啊！我知道。好，你知道，请说。经过夜晚的。经过昨夜的，太棒哎！哎，帮拍手一下吧。太棒了，把国语普通教材记起来了。经过昨夜的风吹雨打，我看到外面满地的落叶。赞赞，因为你帮他，所以你也可以加五分。啊，你自己也可以去加五分。好，小朋友，帮张老师把这张学习单是作业，没有写完没关系，帮我放在紫色的资料夹。